房地产，房地产可以做吗？现在行情那么不好，又那么多 agent， 人家凭什么选你哦？你这么跑去做房地产，房地产是给没有读书的人做的嘞，傻的咩你？彼得，你有没有做过 sales agent？ 你有没有做过 marketing？ 新加坡这么好的薪水，这么高的薪水，你又不要做？这份工又没有稳定的收入，你到底怎样想呢？我不喜欢朝九晚五的工作，我想要时间自由，我想要开创自己的一番事业。打工要打到几时才可以财富自由？这条路太漫长，做 sales 做生意才是快速通往财务自由的道路。别人都做得到，为什么我不可以？我相信我自己，我相信我一定可以的。彼得，我们知道你辛苦也很努力，但是我们相信你一定做得到的。With Protnext, I can. 很开心我做了这个决定，也很开心我做到了。